耿当辉继续来做分享哦。我们将这个张妈妈嘛，一条这条歌当作给你做邀请哦。所有的好朋友，不要忘记你们的掌声鼓励哦。礼拜一我一定要哦，谢谢。今世世的孤鬼无惊，还是落地马兄。虽然不是千金小姐，只能做这一声。梦啥人拢是今生这款的运命，啥人知影阮的运命？心碎。